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的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重新回到这里，再来做下一个任务。先把这个爆了再说。这不是僵尸吗？妈个臀，他能打断我施法。看来一来得把先把旁边的这个小兵给清掉，不然搞不定。可能要先把这个打掉，他才不会出小山羊，我猜的。所以我们先焊中间这个。操！干嘛？把弹扣了，漂亮。羊怎么出来是大羊？妈的，只能……哎呦我操！他能把我的盾给撞掉，还好他输出不是太高。
终于把他干了。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，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啊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 7678-5588@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